市场买的菜回来，西瓜我岳母都切完放冰箱里了。咱家小小胖一个多月都没去早教中心了。今天带你去上学，儿子。然后过段时间，他也越来越大了嘛，咱们也给他预约幼儿园吧，是不是？嗯。得上学了。刚才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，还碰着一个网友的，在富平住。嗯。上那饼店买饼去了。嗯。正好我在那儿呢。他说：“你问咱家孩子预没预约呢？他家孩子都预约好几个月了，才去上。比咱家孩子大两个多月，都上学了。这一天有时间的话，去商谈看看吧。”走吧，换衣服，到早教中心看还认不认识那些小朋友了。行了，你一天在那挠啥呢？你快点来换衣服来，儿子。这真能挠我，搁这块儿。那一看别人蹦了，他也蹦，你也跟着跳，蹦啊！那招他也不听啊。刚才我寻我家小小胖臭臭了呢，原来我家 Lucky 臭臭了，那么臭呢咋？我家小小胖还捂鼻子，你看又捂鼻子了，在那块儿看又捂了。你拉完 Lucky 拉 ，Lucky 拉完你又尿，赶紧给我。说你臭不臭？臭不臭，儿子？让爸爸看看。臭臭。臭臭。臭臭。臭了。又跳了一天，他是真开心呢。哎呀，等我家孩子大了，让他学点啥才艺吧。看我家小小胖又开哭上了，刚才还好好的呢，就想跳舞，不愿上学呀你？啊？换个衣服还嗷嗷哭呢，咋哭的？再给爸爸看看，大嘴一咧，哇就哭了。走吧，出去。妈在家休息一会儿吧。哦，给我的啊、哦。嗯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拜拜。圆还没给我拜拜，还给我溜达。嗯，搁这吃。嗯，打算、嗯。你最近给孩子找学校没，媳妇？嗯，我有自己想的，但是得具体要去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嘛。嗯，大家都说那边还行吗？咱们周围宝妈不也多吗？问问他们哪个学校好。我已经大概就定了。儿子，你别睡觉啊，到地方上学去。你看以后能学习能好不？我家小胖要困了。得睡觉了啊！下点名来啊！别睡啊，儿子！给他放地上，叫他睡着了。不干放地去。干！啊，哥哥抡了啊！抡啥？这样他能精神精神，要不一会儿他就闹觉了。看着外边，好不好？别再往上走。现在呀，就跟小大人似的。你第一次来是吧？是。哎呀妈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早教中心训练孩子，这是训练爸妈的，老累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得跟着他。之前我因为啥了都一次都没来。我们到早教中心了。对，因为他月龄上课时间都不一样的。那节课还没结束呢，咱们得等会儿。人家比咱家孩子还小呢。我们前几个月上的就是这个班儿。这个时间，但现在规律不大了吗？我看见那个老师了，张三英儿。看我家小小胖着急了，想跟小宝宝们一起玩。等他们下课，咱们才能去啊，儿子。走吧，他马上下课了。Hello， 看这小孩，元宝家孩子。比小小胖大六个月。嗯，阿斯，阿斯，阿斯，嗯，哎呀，完了，他走了，没事，完了，没事，给他呢，没事啊，小宝宝也害怕了。
太热情了，一下给抱倒了。你这脚上板凳不行啊啊！哎呀，我就谢谢你们的肉蛋。快要上课了。嗯，去吧。这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。都是他大。嗯。咱们那堂课去修了。你姐姐上大班了。我家小伙伴原来上的是小班，你看那里边还有人爬呢嘛，但他现在长得大呀，他哪跑啥的，所以给他升级了。上中班了，但是这中班都比他大，他在那里边也小了。他是属于最小的。嗯，成绩突出啊，我家这样。爸妈基因好。你看小小胖自己站那块儿的，你招他回来。啊，搬来搬来搬来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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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啊，儿子，在家不挺能跳的吗？老弟们，上！哈哈哈哈结束了这一堂课呀，这老师也挺辛苦。哇，哎呀，有没呀？谢谢左左右大，谢谢，谢谢，给点红啊。上次发的礼物小小胖没领着，今天又给他了。这边干到单，这堂课就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儿子拜拜。哎呀，我没等说拜拜，他摆上了。我儿子戴上真帅呀。